您好 ，DHL 国际物流提醒您，您有一件快递无人签收尚未领取，这是最后一次通知。如有疑问，请按九；查询快递，请按九。为您转接人工客服，转接中，请稍后。Hello， 你好 ，DHL。Hello， yes， what is it about？ Yes。你好，有什么能帮你吗？这是什么地方？我这边是 DHL 国际快递。OK。那请问，对，有什么能帮你？对，这个是你先打电话给我，然后叫我按九。你说有快递，什么快递？那他怎么跟你说的？他是说快递，你这里是哪里？这里。你这里是中国吗？在樟宜机场这边的 DHL。不是，我在新加坡樟宜机场这边。对，我有一个快递，他说我有一个快递。就是我们这边要记录这个书面的。这个就是我的全名，就是全名啊，对。你一般都是用这个名字，对不对？你是第一次到樟宜机场啊？那你怎么不说英文呢？对。樟宜机场都是说英文。抱歉，我这边是，我这里是华文的部门。那你的电话是90600648啊？对，没有错。你是樟宜机场 DHL 吗？我有点怀疑耶。对，樟宜机场 DHL。每次 DHL 打给我都是。我这边是华文部门的。啊哈。那我有什么？抱歉女士，这个电话是你刚刚自己打电话进来的。我问你，我有快递吗？我这边是有帮你查看到，刚刚有发一则 automatic 到你这部电话上面，对吗？我有快递吗？因为我真的怀疑你们是不是 DHL 因为我现在那女士，如果说你有这个疑虑的话，你可以没关系，我现在我只是知道我现在有快递吗？我没有时间啊，我在工作。那这边我帮你查一下好了，等一下再打给你好了。你是 DHL 是吗？我现在会打电话给 DHL 的樟宜机场哦。假如你不是的话，就是你是诈骗集团，你是诈骗集团吗？你可以打回来啊。你是叫什么？我没有需要证明我的身份啊。对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 Nick。Nick， 你是樟宜机场哪一个部门？地址是什么？你的偏好是什么 ？DHL 的 staff 我都认识。你是在做身家调查吗？我是我的亲戚在 DHL 做经理的。那你是什么偏好？那你我查一下。我编号是1163。1163，我还没有听过这个偏号我看樟宜机场从来没有这个人叫Nick。你说那还是说啊，不是啊，我看你先上班好了，不想跟你讲。你这就有，假如你是真的 DHL， 假如你是真的 DHL 啊，你不可能这样讲话的 ，OK？ 假如你是假的诈骗集团的话，我会查你的号码，然后给警察局 ，OK？ 你的经理叫什么名？我现在查一下。我经理叫马俊。根本没有这个人，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，OK？ 没有这个人。对，根本没有这个人。你叫他来听电话，你叫他来听电话，你连我哪一国你都。